梦到长远了。日记呢？听说你又要办讲座了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在两厅院音乐厅 VIP 室，爽啊！对啊，听说巴拿马总统都坐在这里，就坐在我这个位置啊，就在我们这个位置。好，我来宣传一下，那接下来的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我们办四场的更不负责任音乐讲座，没错，大帅对谈篇。Yeah. 第一场我们请到的就是号称喜剧界教父的张硕修，张公硕修先生。对，然后我们来聊摇滚同龄演。第二场呢，我请到了知名的网红，曹小欧，耶耶耶耶，这是要来讲色色的东西，色色的东西，色色的东西，所有跟色色的东西有关的，小欧全部都会一次告诉你，没错，地方这样可以。然后接下来第三场呢，我会来聊就是在90年代日本非常流行的一个色情戏，享乐戏、派对戏剧。然后在最后12月的时候呢，会请到华语活字典李世先老师，然后一起聊台湾的华语音乐。这四场的更不负责任音乐讲座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。好，就这样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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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